开一堆罚单啊。你买槟榔，地下停车，停到人行道上面啊，人家那个又不系安全带。你一句我一句，两个人叽里呱啦。远景手上长长一串是刚出炉的违规罚单。你直接把车开走，身份证又放在我这边。什么时候给你身份证？放在我这边。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双方势均力敌。男子逆向停人行道买槟榔，被远景取缔，结果他证件一丢，立刻落跑。啊！你强制把我东西，我那个证件拿走了啊！那你现在不还给人家了？好，我要告你侵占了，我告你那个了。侵占什么？这是你的恐吓了。哎，就是有这种警员啊，我就是要告你的。不要在路上啊！男子不断嚷嚷，但他逆向行驶，违停人行道，未系安全带，总计开出3900元的罚锾。由于一张罚单有三连，男子拒收，远景根本来不及撕开。以后你最好不要当警察哦，我们花莲就是让你曝光了、啊、哦，我一定。我花钱也是重金聘请律师啦。影片抛上网掀起热议，网友说你自己违规还想赖账，有考虑组团一起上 rap 吗？哎，大哥，再撸下去，你的罚锾都可以盖苏花糕了啦。本身有违规，警察才会去那个啦，不可能说是针对他吗？那他可能自己本身也要注意那个交通规则，或者是因为现在都改很多了。行同人取缔违规过程合法，且面对民众质疑，仍以专业素养、不卑不亢之态度妥善处理。男子唇枪舌战，公家嘴嘎钻坡，最后人事白忙一场。华视新闻张一军、黄瑞颖、许天伦，华联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